此事莱恩雷诺斯、金刚狼休杰克曼一人一支大水枪上演狮背秀，嗨翻全场。随俗说韩文，两大好莱坞男神远赴南韩宣传全新漫威电影《死侍与金刚狼》，没想到顺道惊喜乱入超人气泼水音乐节 Water Bomb， 人气破表掀起高潮。东道主南韩欧巴当然不能输，白虎江东浩大方脱掉嘎，不藏私秀出结实腹肌。人气男团 SHINee 成员明豪也没在怕，直接甩开白 T， 让粉丝晕到不行。说到行走费洛蒙，当然少不了他，炼蛋天才车影优。白衣白裤湿透透，肌肉若隐若现，超犯规，比漫画还梦幻的画面，台下看了瞬间沸腾。荷尔蒙弥漫全场，不止欧巴，欧尼们也火力全开。女团 Former Snipe 跟 Kiss of Life 轮番上阵，背心配短裙短裤，再掀一波高潮。狂欢现场火辣程度，泼再多水也消不了。加上死侍、金刚狼这两颗超大彩蛋嗨翻，让现场观众瞬间陷入疯狂。三立新闻刘觉玉报道。